大家好，我是内政部移民署署长钟景坤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可以降低感染风险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现在在台预期停居留的外来人口也可以安心接种疫苗了。自2021年12月3日到2022年1月31日止，所有预期停居留外来人口不用担心被通报、查处、管制，请您尽快来接种免费的 COVID-19 疫苗。有身份证明文件者，可到各县市指定接种站或医疗院所接种。如果没有身份证明文件，请扫描以下 QR Code， 联络相关团体协助您登记接种。安心接种疫苗，保护你我的健康。启投资新视野，再创获利新高峰，登峰造极。欢迎收看《登峰造极》，我是黄宇凡。今天是1月14号，礼拜五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大家如果看昨天的美股的话，这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台积电的 ADR。那么 ADR 大涨哈，那所以大家这本来是预期在反映今天的这个一开盘以后，那个台积电会大涨，它在试戳的时候它也是大涨，但是一开盘以后没有，好吧？那整个大盘呢，就是砰砰砰开始往下打哈。那第一个所谓的这个疫情是不是会扩大的这个影响，会影响大家这个投资的意愿？第二，当股市在下跌的时候，尤其指数在快速拉回的时候，大家会怕哈，尤其是融资的使用者哈，手上是用融资在做股票的使用者，他会更怕哈，怕说如果一直跌一直跌呢，我要去补缴或者甚至断头的时候怎么办哈？当然呢，当机立断，不如说先跑了哈。那么好，其实我在今天盘中呢，也有跟大家说明说，先面对这个盘势哈，基本上就是两个模式可以操作：一砍掉，二续报。哎，讲废话嘛哈，对，等一下。砍掉是因为呢，手上的这个资金呢，它是杠杆操作，也就是信用交易嘛，就融资嘛。你不砍掉的话，那再如果再跌下去的话，你要补嘛，哈。第二续报，我现在是现股，我本来买这个产业是不错的哈，但是呢，因为这疫情的影响呢，这个股价在拉回的过程里面，我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卖掉吗？等一下哦，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哦，难道股价就会一直跌吗？哈，那第一个，我们还没有出现三级警戒，可是大家预期的心理是。欸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不会后面会出现三级？是大家的预期的心态会是这样子，因为筛检的部分呢，就是可能是这个这一条的传播链它会扩大嘛，哈，大家会想会害怕哈，好吧？那所以呢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大家在看那个记者会在发布的人数啊、追踪啊，哈，这一些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大盘今天怎么表现给大家看，请看我们的大盘。哎呀，哎呦，开盘的时候是红的，上来以后。最低跌了223点，各位，那很吓人啊，那一下就跌了200多点啊，你叫我们怎么办？好吧，而且很快啊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叫溜滑梯的杀法哈。那溜滑梯的杀法呢，原则上就是这样子啊，那没把你吓一大跳才怪啊。今天礼拜五了哈，对啊，来，各位请看哈，啊，本来预期台积电的 ADR 大涨了，台积电没有大涨哈，那时候还没有大涨给你看哦，就打下来了，这样子跌了200多点。那200多点的情况之下，大家想说。哎，对哦，我们最近的量其实都不大，今天量有冒出来一些下杀再取量啊，好吧？那下杀取量以后，哎，跌了200多点以后开始慢慢动哦，开始来，我告诉他震荡哈，最后收敛哈，大家最后看哈，又勾上去了。虽然它没有翻红哦，可是你想一下，我跌了200多点以后，最后收盘的收敛是变成什么？啊，收敛的时候是跌了33点，好吧，跌33点啊，才跌33点，所以今天的 K 线呢，它就出现一件事啦，好、哦，给大家看哈、哦，啊，在高档了、哦、这是指数哈、哦，在高档，所以它出现什么？它拉了一条下影线出来，还颇长的下影线，好吧？那是下档有支撑吗？还是说因为台积电最后有再拉上去了哈、哦？台积电最后尾盘有再拉上去，好，来各位，那怎么办？好、哦，怎么办？好、哦，大家都在问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指数呢？明显好像在高档哈，相对高档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告诉大家，很多股票呢在相对低档哦，真的哦。同样在开法说会，有人就形容说啊，你的法说会怎么开的跟法会一样哈？啊，那是谁？大力光哈、哦？那所以
所以跟大家讲哈，哎呦，这个哈，说实在的哈，你今天要是看到大立光这个样子，你一定会想到，哎呀，那个手机的前景是怎么样了哈。然后呢，就要想到，如果大立光今天是这种叠法的话，那相对的光学镜头不是也是会比较惨？对呀、啊，它整个是拖累了光学镜头啊。各位注意看哦，哈，诶，这个在反映一件事情哈，不管大立光在毛利率也罢，哈，在它的营收获利也罢，对未来展望也罢，看起来都不是这么好的情况之下，这一条是它的地板哈。那它地板呢有没有碰到？还没有啊，哈。但注意哦，之前是打到这个位置，整理了超久的哈，然后开始反弹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如果接近地板线的话，原则上哈、哦、要看它会不会止跌哈、哦。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买大立光，因为现在选择性超多的，好吧？好吧，哎，大立光毕竟它即便是拉回到这个位置，你都还觉得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好，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档，这是开完法说会变成法会的大立光哈、哦。然后开完法说会真的感觉有希望的台积电哈、哦。那台积电各位请看哈。哦，我们现在转换到台积电这边来看，好，来了，短线的台积电呢，今天各位在这个位置哈，今天量能大不大？哦，今天量有比较大哦，哈，来，那外资在已经喊出一个目标了哈，那外资喊的目标，各位自己去查看看吧。我现在把它缩小给大家看哈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点呢，离之前的点有多远？没有多远啊哈，但是你要还原全值的话，基本上已经是过了啦哈。来跟大家看一下，这条拉过来啦，这条线拉到这边，到这边，到这边哈。这边你看到这个价位有没有？好吧，那这个台积电已经攻高了，对不对？它也是带动指数了哈。好吧，我现在把消掉给大家看。第一，你有台积电；第二，你没有台积电。来，第一，你有台积电，你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哈，因为未来前景展望都很好哈。第二，你没有台积电，适不适合现在买台积电？哈，大家就会这么想：台积电创高，那你适不适合在这个时候买？你成本已经拉高了哈，那你之前你没有去布局，你没有留。现在台积电还适合买吗？哈，问号一堆。等一下，就台湾只有台积电可以买嘛？哈，如果台积电的未来展望是好的，请问往上看矽晶圆，往下看封测，这一个整条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话，难道没有更多的股票可以选择吗？对了，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大盘今天震荡成这个样子，台积电最后尾盘拉上去，好，好，那最后尾盘拉上去了，所以我们指数开始有往上翻哈。那我再请大家看一下哈，我问大家，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说，难道哈，我会回去这个地方，我去拿一张字卡给大家看。难道台积电如果今年赚三个股本，好，先这样形容哈，它要赚三个股本，外资把它目标价已经拉到四位数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我再请大家看一下哈，奇怪哈，假设哈，我为讲那么多干嘛哈？到底重点在哪里哈？来。航海王，我现在问大家一下，那航海王长荣如果也可以赚四个股本，我这样跟大家形容，他可以赚，不，他应该可以赚四十块好了，我们讲 EPS 四十块好了，哎，因为他叫长荣，我跟大家说，对不对？航海王嘛，因为你们是货柜三雄嘛，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所以大盘在杀盘，对吧？好，那我的获利非常好嘛，那我现在今年的展望也不错的情况之下，我问大家哈，我们现在回来。台积电它可以赚这么多钱，假如今年我们预估它可以赚多少钱，比如说赚30块 EPS 赚30块，长荣今年预估 EPS 可以赚40块，我现在假设给大家听，好吧，那我现在长荣我的本益比才三倍啊，我本益比才三倍，好吧，好，那所以我有没有向上的空间？我问大家，请问有没有向上的空间？我再把图形缩小给大家看，来注意看哦，这个是不到100的长荣打到下面的时候，然后攻上来到这个位置哈，然后呢我现在再缩小给大家看，之前大家有在这个位置说哇怎么办怎么办变潜水艇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都没有人买吗？我现在问大家，今天量有没有放出来？有啊，为什么在沙盘的时候它有在放量哈？就我们还是回归基本面看，如果长荣这档股票它叫做长荣电哈，哎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电子股科技股它赚这么多钱，它股价还会在那边混才怪啊！我跟大家说，怎么才100多块吗？不止吧？你能赚三四十块的股票，你居然还在这边混，不可能，好吧？那因为它是航运股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每个产业它享受到的本益比不同，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它太委屈，会啊，因为很简单啊。同样在配股配息，如果长荣它很大方，我今年我告诉大家，我去年赚的钱。
我不但发给我员工的年终奖金，我还要怎么样大举配发给股东的股息。那你想想看，当我去投资他的时候，我可以领到的股息，这叫可攻可守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吗？好，对齁。所以在不同的阶段，我们会出现说，不同的这些股票呢，它有不同的反应。于是乎，在行情不好的时候，它又来了，好吧？那大家另外一边想说，哎呦，奇怪齁，啊，可是我们之前买了些什么股票齁，现在打下去以后，我们该怎么办才好齁？啊，举例齁，DRAM的股票，我们该怎么去看待？那我现在跟大家说，如果我们赚的钱够多，你又发现一件事情，啊，可是消息面常常这样子啊，为什么外资常常在形容一件事？我们看不好这个产业，它叫看不好，就是要看坏，好不好？我看坏这个产业啊，结果外资是外国人嘛，哈，那好吧，外国人讲这个话，那我们等一下再转过来哈。我们台湾人就跳出来了，台湾人跳出来，他有分量啊。他说，我旺宏的董事长，我就出来讲，哪有这样？你懂不懂？好，对吧？那就是跟大家说，这样，我觉得很好啊，来吧。那你要听谁的？听外资的还是听我们本土的啊，实际在经营的话，所以我在跟大家说，外资报告我们拿来当参考哈。那当然，每一种产业不同的外资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会形成一种震荡的效应哈。那我这样回过头来看，当我公司我提出了说法，我认为今年哈怎么样还会不错的情况之下，股价在低档的股票真的有机会表现。而现在这一个礼拜，很多股票都在拉回，好多股票都在拉回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们家公司怎么了？我买的这档股票，我是到底该怎么办？好吧，那我跟大家说，那个筹码是这样子往下打以后，到最后你卖不下去了。我告诉大家，该卖的今天，你该卖的筹码，你今天不会吓一跳，两百多点在下杀的时候，请问你会不会想卖股票？要卖早卖了啦。还有一个情况是，下礼拜如果让大家吓一跳，这个我们不可以预期，没办法预期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疫情的发展会是怎么样，所以到了礼拜六礼拜天，发布的这些新闻的内容是怎么样，大家就是有一个预期心态，说哎呦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，能不能控制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心情会比较糟，就是很慌乱啊，到底这个疫情怎么样，所以才造就股市的动荡。好了，那再来呢，它会稳定，为什么？当压下来两百多点以后呢，大家把这个筹码丢出来以后，没有 K 到跌停啊，那你像大力光直接就砰一下直接打到跌停了，很多股票没有，而且它压下去之后，它反而开始反弹，它拉上来变成翻红哦，凭什么？我要问大家，你该卖的盘中就丢下去了，后面有人把它买上去了，是哦？请问为什么要买上去？我觉得后市看好啊，所以我会开始在今天积极动作哦，来了哦，那好了，那你就发现一件事哦，即便我今天没有翻红哦，你现在看这一页的股票哦，有些是你认识的股票对吧哈、哦？那我现在跟大家讲哦。除了台积电之外，有一些中小型的股票已经开始了。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开始哈？原则上我去年获利相当不错，我今年展望也很好，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会开始来了。不管在什么金金涨家族，你有看到吗？金豪科啊、金相光啊、金燕啊这一类啊、金红啊，有没有？全部都翻红。那在这情况之下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我要告诉大家哈，你说介林啊、顺德啊这些也翻红，请问为什么？功率半导体里面有什么？导线架对吧？那我们也讲过了，在半导体的晶圆代工，所以我刚形容一件事，如果去看半导体产业，台积电释放消息是好的消息，正面的消息，往上看叫细晶圆，往下看叫封装测试，所以接下来我觉得下礼拜那是反攻契机的开始，而且在这礼拜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在整理完毕的形态是，你被 K 下去马上就拉起来， K 下去再拉起来，这代表什么？筹码已经洗得差不多了，不然的话就是还在下面，意思是我被打下去，我就还在躺在下面休息，在那边装死，好等到这个大盘要稳定了再开始反弹。有些不是打下去拉上来，打下去拉上来，告诉大家，所以下个礼拜盘势就超妙的哈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提醒大家哈，如果你会感觉哦，这个盘哦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哈，你就要注意下礼拜的图集哈，这叫图集，这个就是。不会通知你了哈，等我整理完毕，我要攻了哈。因为为什么？很简单呐，我现在跟大家说，在元月份哈，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所谓的十二月份的营收效应，完全被疫情给掩盖掉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的营收相当不错，而且我获利还没有算出来给大家，我还没有公告给大家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空窗期。但是呢，基本上碰到疫情，碰到短线上筹码的不稳定，会变成怎么样？啪啪啪啪啪啪啪在那边洗，对不对？洗的差不多了，我觉得稳定了，我应该可以开始进场的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有些股票它就准备发动了哈。那么好吧，请问大家哈，
还有多少个交易日？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六七八九十不对，八对不对？抢红包啊！如果前面都在大涨，我先跟大家说，如果前面这个礼拜全部都在大涨，那不一定哈。但机会来了，我现在告诉大家，抢红包的时间点来了。为什么？刚好做震荡整理盘，所以整理完毕，你就要开始攻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然后掌握到突击骑兵，那就是抢红包。你准备了吗？好，我先跟大家说，你不要说哦啊，这个盘不好，不会看，那里都没关系，不会看啊，不要看。我跟你讲，不会看就先不要看。为什么？这个礼拜已经度过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五个交易日哈。专心一点，好吧？你起码要扫描 QR code， 突击骑兵准备出发、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军团的，我先跟大家说哈，这是一个军团，你必须要进去里面哈，注意哈，该告诉你说动作哈，你就去把它动作就好了，就是什么抢红包啊！再讲一次，抢红包，不然呢，农历年呢，你别先不要想象说啊，农历年我们可能我们的疫情什么都不要想象。那个交给我们国家政府来处理，有这个指挥中心他们来处理，我们只要保护好我们自己就好了，对吧？第二件事，保护好我们的同时呢，准备在股市里面抢红包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吼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看到今天盘早上跌200多点，大家心情不好，对吧？后来收敛了，你会觉得说，哎呦，好像有机会啊，没有那么差，是不是？本来就是，股市是一个循环的哈，我跟你讲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压不下去，是不是？开始反弹就是这么样，好。QR code， 麻烦各位等一下，请你扫描哦。哦注意哈、哦，突击骑兵下周出发，准备抢红包啊！还没扫描的没关系，我们要进一段广告，是不是？好，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，待会再回来。2022伏虎生风，188帮您旺一整年，让你财源滚滚，财运亨通。致富专线02-8512-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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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来富来富直播，立即上线。上线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开启投资新视野，再创获利新高峰，登峰造极。好啦，回到现场来哦，我都在想一下哈、哦，对哈，刚刚不是讲吗？说啊，如果台积电晶圆代工前景展望相当好，在今年展望相当好，我们就得思考一下，往上跑是矽晶圆对吧？哈，矽晶圆是不是在调涨价格？是的，矽晶圆是不是供不应求？是的。好，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台积电生意很好，矽晶圆生意很好，请问封装测试生意好不好？也会很好啊。这是最后一道关卡，不是吗？哦，这整条的供应链，这整个的生产的过程，这个制程里面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，因为台积电他已经提出他的说法了，台积电在资本支出，法人对台积电的看法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买台积电吗？
可以啊，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对齁，大家都会讲说为什么不可以买台积电，因为法人都喊到四位数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啊，难道除了台积电没有股票可以买吗？欸，好像也不对齁。那这是什么逻辑呢？我们先讲齁，如果大方向对的齁，那我们就要去思考在产业里面它今年超有机会的。第一，它去年的2021年呢，它的营收获利呢就已经超越了2020年的，比前年来得好，今年呢比去年来得好。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股价却没有创新高，这种股票可不可怕？可怕啊。好，那我如果今天这样跟大家讲，我说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很多投资人都说我看到现在的行情才可怕的，我看到我头都晕了齁，就好像元宇宙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回到元宇宙概念了。我现在跟大家说齁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我就跟大家讲，我说如果齁你有办法齁戴着那个 VR 的眼镜齁做什么事情，不要太久，我跟你讲，哎，5个小时就好。我真的不盖你，我自己戴我真的头都晕了齁，在那边做一些那个。那好，元宇宙概念是这样，你要跟光学什么什么搭在一起，然后网络环境搭在一起，然后你去看元宇宙的最著名的代表的那几档股票，啪啪啪啪炒上去以后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，你回过头来看它营收是没有错，那个亏损减少，但是呢你会发现它也没有很大的进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短期之内它不会灌太多的营收进来给你，让你获利怎么样翻倍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先告诉大家一个重点好了，那这个重点就是还有更多的股票它营收获利相当好，它比元宇宙还好，但是大家都没有发现，因为大家只知道炒元宇宙题材或者 NFT 题材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就回归到一个本质，这个本质非常简单，两件事。一，电动车，电动车，请问这个有没有让你感觉很踏实？哎，好像有，一直都在发展，对吧？好啊。二，伺服器，好，为什么？伺服器，我先问大家，如果上一次在疫情的关系里面，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？当我们宅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什么？你不是看影片呢，就是上网啊，找资讯啊，对不对？就大家都要用到什么手机啊，网络环境啊，好，对吧？资料中心的需求的扩增，然后伺服器的扩增，然后要高速高频，都是这些东西。你即便你要谈到元宇宙，对不起，你还是跟这些相关，要给个非常高速的环境，稳定的环境，好吧？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，2022年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再看。重新再检视这一群股票，包括我刚刚讲的航海王也是，为什么它的获利非常好，为什么股价才这样？你觉得之前那个高点是高点吗？难道都不会再回去吗？大家有一个观念说，哎，不对啊，他赚这么多钱怎么会这样啊？好，因为当时从高点跌下来，然后怎么都爬不回去了，一直在这边晃。因为对不起，我先跟大家说，因为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在炒元宇宙，好吧，大家在炒 NFT， 好吧，大家在炒这个哈，所以真正有获利的航海王反而丢在那个地方。我先跟大家说，就是如此哈，正是如此。市场的资金是超妙的，你到最后你要去面对一个现实，就是你真的有获利这么多吗？我就讲的成绩单的效应哦，这是摆出来一看，哇，你 Q 西洋，哎，你这个获利营收，你居然股价在这个地方，你这个获利营收，你股价却在这里，哈，这个怎么不对称吗？我告诉你，股市还是公平的啊，最后还是还给大家公道啊，炒过头的就是要修正啊，对吧？没有涨到的就是要上来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理论上是这样啊。这个礼拜我看完这个所有的整个的行情的演变，我现在跟大家说，那台积电已经告诉大家说法了，今天尾盘又有在拉了，那至于后面要涨到哪里或者是要修正，我先跟大家说，先不要太担心一件事情，即便你现在关心的疫情的发展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股票呢，基本上在这个礼拜都已经打下来修正，在整理，整理完毕的。今天你会看到，我刚刚形容一件事情哦，你现在看我们后面了哈，那有些是翻红的哈，今天盘中是黑的哦，先灌下去再拉上来的。请问他凭什么可以拉上来啊？啊，因为后来指数翻上来，对不起，指数翻上来是指数翻上来，那些不占全值啊，所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所以个股的本身，它筹码是经过砰一下打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便宜，救人进场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进场是有心人呢？我们现在问大家，有心人在进场的时候呢，什么叫有心人呢？请问大股东他们算不算有心人？也算啊。嘿，那好吧，那我们下礼拜是不是要迎接那个我刚讲的哈？什么叫做突击骑兵哈？我现在跟你讲，我营收获利很好，但是讲了你也不听，好吧，那我只好自己来。那我什么意思呢？公司当然都有他的想法，我们营收获利很好，我今年订单很好，而我今年会赚一个股本以上，到现在我的股价还没有发动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如果我的股票被 K 下来，请问大家，
请问大家，我们现在买对不对？哦，我现在问大家，因为疫情的恐慌，所以不是公司本身的问题，所以股价修正拉回，可不可以买？当然可以买啊，那不是公司本身的问题啊。哦，对吼，啊是疫情的问题哈，是啊，是疫情的问题啊，好吧？那如果你恐慌心态所丢出来的筹码，我们可不可以接呢？可以接啊，为什么？你是因为怕所以丢出来，不是公司发生了什么问题，营收大衰退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哈。为什么不可以接？对吼，好吧，这礼拜有没有人在接？真的有人在接，你下来我就接，你下来我就接，好吧？接到今天，终于你看到一件事情了，我在这边打下来，打不下来了，就在这个点了哈。然后呢，我开始弹上去了。我为什么不在今天攻？我们现在问大家，为什么今天股票没有大力的攻上去？有那种亮灯的那个，要让筹码消化，跌了200多点，就让它先下来。看你要不要卖，好，不卖了是不是？好，不卖了，我开始带动了哈，开始往上走了。那为什么今天不直接拉上去？对不起，不用，为什么？还有2天，大家也要观察一下疫情的发展。下礼拜没太大问题，开始突击，这是我们抢红包的好时机啊！我现在跟大家说哈，筹码一旦经过整理完毕之后，它沉淀完，它就要等待时机去发动。所以我们讲。时机你会不知道它要发动，但是你一看到股票拉上来，你就知道开始有人突击了哈。我们称为突击起兵，请你用手机扫描这个 QR code。下礼拜我们要带大家来操作抢红包的突击起兵啊！今天一定要扫描哦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周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